你这是穿了一身什么衣服呀？感觉好正气哦。我这是穿了一身红军装，为的就是歌颂我们的红军战士为艰难险阻英勇抗战哦。穿上这身军装，让我都感觉我应该好好说话，好好站军姿了呢。跳舞准备好了吗？赶快把你的勇敢也跳进来吧。这支舞蹈就结束了，是不是觉得很荣耀呢？这支舞蹈的关键就在于舞蹈的力度和动作的张力，不要把你们的勇敢跳进来哦。舞蹈的最后部分没有全部跳完，主要是重复动作比较多哦，小朋友们可以通过反复练习增强记忆力哦。